喂，我是急诊，心外吗？是。120送的急诊夹层，10分钟到医院，叫会诊。嗯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抓紧时间啊。嗯，先挂了。赶紧跟水库打个招呼，我担心这个病人还是二次拆迁啊。周百丽，赶紧给水库打电话。哎。陈主任，又来一个急诊夹层，120说10分钟就到了，让心外赶快去会诊。好，知道了。主任，血库说 A 型血告急，只能给两个单位。没关系，就这样吧，先备着。对了，你赶紧去趟急诊，说又来了个夹层，我估计又还得手术。我跟大钟说回手术室，早知道就不出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看，这都困成这样了，你30个小时没闭眼了吧？啊？你就故意逗着我打哈欠的，有那么久吗？我这是为了你的这个手术能够安全进行，赶紧去休息室睡。不用去了，而且我根本不困，又来了一夹层，你说是不是？怕什么的呀？今天宋宝德是二线值班，再说还有我跟小白脸，根本用不着你。我们这不缺人，你快走，快走。哎，主任，去眯一会儿吧。你们两个现在身份变了啊，像个监工。快去吧。你就是个老监工。什么监工？我是你的安全的守护卫士。叔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主任状态不错？你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满脸笑容，还跟你开上玩笑了。血槽都被积血给填满了，这还不算状态好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最近医院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1+1等于几啊？2呗。你就够二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算了，不跟你瞎说，赶紧会诊去。要是做手术的话，给我打电话啊。行，我现在得把宋宝德叫起来干活。王医生，霍总，早啊。早。起迟了？不是。你这胳膊上？哦，早上宝宝吐的奶，出门太着急了，就忘换衣服了。那孩子还住在你家？是啊。为什么呀？李丹认的手续还没有办完，我跟福联商量过，在手续办好前。都由我照顾宝宝，毕竟宝宝做过大手术，我自己照顾也放心点了。霍少，既然决定不说了，就应该保持距离，少投入感情，不然等到分开的时候，你会特别难受。放心吧，当护士这么多年，如何保护自己的那套心理机制，我都知道。能给宝宝找到这么好的人家。你替他高兴还来不及。真的。真的。走吧，别迟到了。嗯。哎，怎么都来这么早？早。早什么早？昨天就没回去。昨天那个夹层做了一夜。嗯，不过到3点了，后来又来了一个，我怕主任受不了，让他睡去。我就把那个宋宝德呀喊过来，让他做了。哎，真辛苦你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主任最近有点不对？你也看出来了啊？是不是叶以明最近没来咱们组做麻醉了？兄弟们，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让我给你们娓娓道来。首先是
妇产科的业主人爆料说，麻醉科的业主人有女朋友。接着，麻醉科就放出消息说，我重新大排班。再然后，麻醉科的业主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心外的手术室里了。你们想想，这主任像现在这样一工作就要跟打鸡血了似的，那是什么时候？不是上次快离婚那时候？你们的意思是，唐主任和叶主任？我昨天跟你说了半天一加一等于二这事儿，你这反射弧也有点过于长了吧，小百列？不过可惜了，我一直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我啊，磕的 CP， 结局永远是比翼。就像我老婆每回让我猜言情剧里的那个情侣，我是没有一对儿就猜对的。下次就不要猜了。主任呢？睡觉呢？睡觉。有个新病人，主任看了肯定还。你在那多睡会儿，要不然他这身体就坏了。什么新病人啊？你得先过我这关啊。那你们做好思想准备。哎，王光。你不去吃饭啊？不去了，我没胃口。哎，那也不能不吃饭啊，王光。要不你说说你到底怎么个不舒服吧？哎呀，我就是没有胃口，然后胸口也堵得慌，完全提不起做事情的兴趣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……我会选择让人类毁灭。从被某人拒绝开始。某人。是男是女啊？女。哦，难道你失恋了？失什么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看到有人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吧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最后一次动物实验你在。是啊，我姓张，好几次手术我都在。哦。小张。一会儿回来的时候，帮我带一份下个月动物实验中心的值班表。好。哎，王广，还没说完呢，你是不是失恋了？没有。是也不丢脸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咱再换个人不就行了？换个人？换个人？处长，这是修改过的人工心脏授权书，因为换了零件，所有程序都要再走一遍，需要王工那边重新授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的大脑加上你的执行力所向披靡，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们俩非常般配，我们应该在一起，你觉得呢？难道是因为我把他给拒绝了，他怀恨在心？咻，真是要命！主任，我来看看。到底什么病人啊？这么神秘！你先看看片子。哇，两颗心脏啊！异位心脏移植，罕见吧？我申请主刀。我医嘱，我去学习。主任，激不激动？兴不兴奋？我看你们几个比我激动啊！怎么什么好事就想到你自己？那肯定是我主刀啊！那我医嘱，那我二嘱。主任，我接的案子。你立功了，这得从哪儿切呢？许蜜，我是唐医生。我知道，我在网上查过你，上面有你的照片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不太好。十年前，我在国外做了心脏移植手术。我看过你的病历，当时因为你肺动脉高压很严重，不符合原位移植的条件，医生保留你原有的心脏，然后建一颗年轻女性的供体心脏放入你右侧胸腔，有两颗心脏共同分担工作，来降低你肺动脉高压的影响。
异位心脏移植。唐医生，你脸上现在的表情，这十年来我凡是去复诊，都能在其他医生脸上看到。我这种病人很少见吧？异位心脏移植的确很少见。其实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，我的心功能很快恢复了正常。只是移植后总是反复感染 EB 病毒，尤其这次已经持续了3个月，浑身无力，淋巴结肿大，一直发低烧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医生跟我说，这是 EB 病毒相关的 PDLD。根据你淋巴结活检的结果，也佐证了是这个病。感染科给你用了药，但是效果不好。所以他们建议我来心外科找你。移植手术之后，要常年服用免疫抑制药，这种药会导致你免疫力下降，所以你会反复感染 EB 病毒。我给你做个心脏彩超看一下。两颗心脏跳动的频率完全一致，就好像是天生长了两颗心脏一样。人体真是太神奇了。刚刚做完移植手术的时候不是这样吧？刚开始两颗心跳的完全不协调，一点一点改善，到了第四年两颗心就完全一致了。我经常会忘记自己是有两颗心脏的。徐蜜，你心脏跳得非常好，只是现在我们面对一个两难的问题。如果不把免疫抑制剂停掉的话，你的 EB 病毒的感染就没法彻底清除。第一呢，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；第二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淋巴癌。如果停掉免疫抑制药，那么你体内的供体心脏很快会出现排异的反应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刚才看了你心脏的情况，你本身的心脏恢复得特别好，所以我想到了有点冒险的解决方案。比给一个人安两颗心还冒险？差不多吧。既然你原本的心脏恢复得这么好，那么供体心脏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了。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切除供体心脏，保留一颗心脏供氧的正常状态。唐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变回一颗心？这个还要具体做核磁共振这些具体的检查，确保你原本的心脏各方面功能是正常的。不过给你个安心丸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心脏的情况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那我们就准备检查。准备一下吧。好。唐医生。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大家拍张照留作纪念？我们都不上相啊。因为摄影师不是我。来吧，你们随意一点站就好。要开始了。1、2、3。徐蜜的检查，我去，所有检查我都包了。早上不是排了你的手术吗？是吗？哦，对了，要不手术换个别人去吧。像我资历这么高的老同志，应该多让出一些经验和机会给年轻人吧。不行，廖小波是徐蜜的首诊医生，所以检查由你来做。要仔细评估徐蜜的原有心脏的各项指标。如果供体心脏切除，原有心脏……主任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。好吧，其他人上手术吧。无非是人家问路的时候碰巧遇到你而已，是巧遇运气，可惜你没有。哎，老陈，我早上没手术，我就帮你跑腿了。别这么提了。这个病例也倒是给我们个启示，就是在肺动脉高压的时候，或者是供体没有合适大小的时候，异位心脏移植也是个好办法。可异位心脏移植手术难度太大了，我怕大规模开展的话呀。到时候，哎，一鸣，怎么上手术下手术？
哦，我刚做完。啊，你们是个换瓣吧？对，看那手术单了。嗯，哦，小龙那儿可能都铺好单了，我们走了。来，一鸣，今天晚上三千四别忘了啊！哎，什么别忘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最大呀！上周我都告诉你了，你什么记忆力啊？啊，对对对，你生日啊？对呀，今天晚上请大家去赛因斯喝酒吃肉，座位都订好了。成。哎，老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如果非得问我多大了，今年的回答和去年是一样的，永远的十八岁。行行行，我也是。唐主任。嗯，崔主任，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会诊吗？哎呀，会什么诊呢？今天我过生日，我请大家去赛因斯喝酒吃肉，好不好？晚上八点啊。不好说啊，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急诊手术呢。嘿，哎，哎，那老秦，晚上如果没急诊的话，你负责把你们主任给我押到赛因斯去啊。晚上八点咱们不见不散，好吧？你们晚点来没关系，顺便叫上那个。叫上那重病组的人，好吧。嗯，放心吧，凡是免费吃喝这种事儿，我们重病组都特别愿意参与。嗯，嘿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哦，董丽买单，大家尽情的玩，尽情的吃啊。嗯嗯嗯，别忘了啊。好了，嗯，为什么他请客，董丽买单？主任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董丽呢是个富二代，他家里在东边有生意，人送安和买单王。哼。那还做外科医生，所以大家说他有追求啊。还真是，这董丽还单身呢，有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一下？你又等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。他是肥水还是我是肥水？还是你肥一点。唐主任，麻醉已经做好了。哎，好的。好，准备手术吧。手术刀。手术刀。除了动物实验的样机，我们要再备几台啊，方便体外测试，这样质检的时候才会做到心里比较有底。但是咱们没有质检机构那些仪器啊。没有条件，我们就想办法创造条件，是不是？王工，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这是新的授权书，你签一下字吧。你放这儿吧，一会儿看完没问题我会签。现在不能签吗？我们现在开会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。明白，那请你尽快。江护士。处长好。王工，这是你们要的动物实验中心值班表。哎呦，谢谢啊，其实你不用那么着急的，谢谢谢谢。研发人工心脏对实验中心是大事，我哪敢怠慢。变色龙吗？脸变得这么快。怎么样啊？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核磁和心电图都确认你心脏的形态非常好，射血分数60%，所以摘除你的供体心脏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心脏存活下去。那现在，从今天开始，对免疫抑制药要降它的量，要用大量的靶向药控制你的EB病毒。等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开始攻击你的供体心脏，EB病毒又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就需要手术了。谢谢你，唐医生，我到现在都没办法相信自己能回到一颗心。可是开胸是大手术，风险很高，后期恢复时间很长。你有没有家人或者朋友能照顾你的？目前还没有。不过我在等一个人。等你的亲人吗？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来。如果能来的话，我把我跟他的故事讲给你听。愿意倾听。那我让廖主任跟你说一下手术的细节。好，注意休息啊。嗯。这个是手术知情同意书。
我来。祝我们老崔，崔主任啊，但凡是要能上手术台，手术都成功。这术后啊，病人都能唤醒，唤醒完之后呢，都没有后遗症。好，完了，啊，来，我再加一句，术后不会得肺部肾尿。哎，主任，那是尿狗。肺部肾尿啥意思？哎，什么尿啊？真是学狗身上了。开颅术后四大并发症：肺炎、褥疮、深静脉血栓、尿路感染。这能假事儿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回来！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！来酒倒上。哎，我们这还没到呢，你们就开始了啊？那你们来吧。啊，心脏外科的同志怎么总是姗姗来迟啊？主角都最后出场。哎呀，玩儿真大。哎，就你三位来啊？不是你说的，我们可以迟到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有录音吗？不行，你来晚了。你呢？喝一满杯，他们两位喝半杯。好，好不好？罚酒，罚酒，罚酒啊！罚酒，来晚了吗？是不是该罚酒？来，妈，别让唐主任，唐主任让你喝酒量。什么？嗨，你到底是哪个科室的呀？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？他喝不了是吧？那你替他喝一半。虽然我能喝，你能喝那就喝了。哎，不行，别别，来喝，喝。今天一定要来喝酒啊！我们坐吧台呢。这是老崔，今儿他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！见过啊，你一来就给叶一鸣打招呼，你看我们这帮人都是不喘气儿的。对，人没认识我吗？感觉没有没有没有。崔主任，哎，各大主任，你们好。我真是不好意思，主要我跟一鸣哥我们这从小认识嘛，所以我当然一眼就看见他了。从小认哦。你就是叶主任常给我提醒你俩，从小青梅竹马，老样不猜。他姐姐特喜欢你，他说你双方父母都同意了，多好啊！崔，啊，怎么了？别乱说，您是单身，单身怎么了？多好看呐，这孩子，你单身他单身，两个单身不是凑一块才在一对吗？我发现你是不是取向有问题？你，不行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，他这人平时就是这样。哎，来，咱们坐一块儿啊！来来来来，坐一块儿。来，叶明边上，咱们一块儿玩，好吧？来，不了不了，那个我同事还在那儿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那个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呀，你同事是个哪儿啊？一块儿过来，我们这桌全是素的，大家一块儿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崔主任啊，姐叫过来。叫他过来。哎呀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我去叫他。来来来，你们先热闹热闹。你坐呗，二哥。齐医生，您是我们医院资历最深的麻醉医生了，您看这个病人麻醉有问题吗？看检查结果是没什么。不过唐主任，心脏移植的麻醉我做过很多次，但是两颗心脏摘掉一颗的麻醉，恐怕咱们医院还真没人做过。喂，刘芳。我有个老同学要走大桥，是心外曹主任的病人，让我找个最好的麻醉大夫，你来呗。好，那你把他的名字和床号发给我。那我把资料发给你，我会自己去做术前访视的，不让住院医去。放心吧。好嘞。哎，叶一鸣。
齐主任，帮我看看这个病人。什么病人？哦，唐主任的病人。这个异位心脏移植术后反复感染疑病，原来的心脏好了，要摘除供体心。我听说过有异位心脏移植，像这样的病例，我还真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呀，唐主任，做下 B 超吧，罕见病例，让我大家开开眼。说不上，这辈子都见不到这样的病例了，还真是想看一看。拜托唐主任，你别这么说，刚好昨天已经停了免疫抑制药，今天要查一下心脏的情况，那就跟我一起到病房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好。于倩，怎么样？主任，37.2度降下来了。你这速度很快呀，说明你免疫系统功能很好，一停抑制剂马上有回应了。于倩，你把超声机拿过来。好，我给你做个超声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齐主任，麻醉科的主任。你的手术由齐主任给你做。齐主任您好。嗯，你好。来，主任，这是他的 CT， 你看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全身没有那么乏力了，胸口还有一点不舒服，还是有点闷，是吧？我等一下超声给你看一下。嗯，把电插上。8点可以，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吧。哎，好，晚上见。护士长，你怎么了？李德蕊的生养手续都办好了，今天晚上要来接宝宝。你答应他过来？这有什么答不答应的？在法律上，宝宝已经是他的孩子了。那要不我陪你一起去？主任。嗯。订手术室，徐蜜的手术需要提前做。啊？为什么？刚才我给他做了心脏彩超，供体缝合处已经出现肿胀，射血分数下降的厉害。停了免疫抑制剂之后，他的排异反应比我们想象的严重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今天手术。行，嗯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嗯，走了。嗯，护士长，我你快去忙吧，我没事的。是啊。哎，王工，怎么样？授权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有什么意见吗？条件不够好。啊？这跟上次的一模一样，但是我可以签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你又要讨价还价。你要帮我一个忙，我才签。什么忙？不会又是让我们医务处承包你们的一日三餐吧？你放心，跟医院和心脏研发都没有关系，和你有关系。和我有关？我喜欢上了一个人。我已经跟你说了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不让人把话说完呢？我喜欢上了张护士，一见钟情。啊，就是你昨天见过的那个女孩，动物实验中心的。嗯，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啊，我想约她出去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弄，我也没谈过恋爱，对吧？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谈，所以我就想找个人练练手。哎。就像你们在学校的时候，那个给人做手术之前，不是要先拿小兔子做实验吗？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？你不会是想盘算着让我？对，你来做那只实验兔子，让我来练习一下跟女人相处的技巧。王海明，要不是因为人工心脏需要靠你研发，这电脑就已经拽你身上了。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啊？
你少瞧不起人，我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我为什么要去给你做实验兔子？我告诉你，除非我冒充过你男朋友，我还跟你妈吃过饭，我还在同事面前帮你圆过场，现在你还想让我签这份授权，于公于私你都得帮我啊。月牙，哎，秦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手术？有台剖腹产，昨天晚上啊见了一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告诉他的呀，你在三营司给老崔过生日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的事儿别跟着瞎掺和。怎么叫瞎掺和呢？你是我弟，我是关心你。快跟我说说，大伙儿是不是特别喜欢他？你要不喜欢我的眼光没关系，那群众的眼光那是学到的。叶主任，这边好了。啊，行，我马上过来了。手术完了再说。哦，你说什么呀？哎，丽颖，你哪天有时间啊？我们见一面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哎，主任。主任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你现在只剩下一颗心脏了。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消灭你的EB病毒，我想应该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了。数据挺好的，挺好，一切正常。嗯，挺好。休息吧。要不你给吴护士长打个电话，约的时间都过了，还没过来。给他点时间吧，他跟孩子都有感情了。走喽，今天你要见到你的新妈妈了，还有一个大姐姐哦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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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哭了。李德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收拾东西耽误了点时间。
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能替宝宝找到这么好的家庭，替他高兴还来不及。我不信。你为什么不信？不想笑就不要笑。你不用事事都替别人考虑，干嘛非得强迫自己戴上那个完美的面具呢？你可以任性，可以自私，可以生气，你只要想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现在不是胡世昌，你是吴明明。刚才超声检查，心脏跳得挺好的。早上查血，胆染初步控制住了。可是要完全缓解 PTLD，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不着急，总会好的。对了，我记得手术前你跟我说过，你还要等一个人。他不会来了。不过。我现在有一颗健康的心脏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谢谢你，唐医生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好养着。叶明。这可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林英，其实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把一些话说清楚。如果以后你还有采访的话，我可以配合。但是其他事儿，尤其是那天晚上三银寺发生的那种事儿。我不希望再发生了。我怎么了？我就是正好在三一四偶遇了你们，所以就。真的只是偶遇吗？啊。是，我是听兰姐说了一嘴，所以我才去三一四的。但是我就是想制造机会见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这样的呀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你不是这样的吗？喜欢一个人是没错，但是你得看对方愿不愿意啊。如果对方不愿意的话，不就变成纠缠了吗？你是嫌我纠缠你？李英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说的重点是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值得你去做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你应该找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，愿意照顾你的人，好好的爱你，而不是我。不要说了。爱一个人不一定要拥有他，这是我相信的。我没有你那么伟大。唐主任。啊，叶主任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新收了一个病人，是一个怀孕28周的孕妇，胎儿的心脏有严重的先天畸形，但她不肯引产，一直要坚持让心外科的会诊。我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要不然你看看找别的医生。
病人名叫徐江月。她说她是你妹妹。